各位同学，阿弥陀佛。我们今天呢，换另外一个话题。这个讲唯识，就一定要谈这个烦恼法。我们这个前面谈到了这个转世成智的时候，从片行五片行，这个片行呢有五处作意受。想是爱给你哈，还记得？那么这个别境啊，每一个人的人生都是一个别境，每一件事情都是一个别境，是不是？每一个我们要去面对的啊，就是那啊，就是这个对一个人啊，有一点有什么事情有交往，或者是去做一笔生意，都叫做别境。别境有五：欲、圣解、念、定、慧。然后谈的再下去是谈这个善法，是不是啊？那么信、忏、愧、无贪、无嗔、无痴、精进、清安、不妨益、行舍及不害。你有没有觉得唯识的东西都是一个这样累积下来？那一个累积下来，如果你只背那个名相，你不觉得它这个它的丰富？但你把每一个东西整合起来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唯识是一个相当科学，而且它具有结构性的，所以我称它就是东方的结构心理学啊。因为在欧洲啊，这个在60年代左右的时候，发展出所谓结构心理学，就是任何一个心理上的一些问题都是有好几个结构性的这个心理因素去构成的，那么所以他称它叫做结构心理学。那么我看起来，我在读这个唯识论的时候，我觉得它很活泼很好啊。那么这个我们接下去呢，就谈到六度，是不是啊？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它都是很完整的，是不是啊？六度它也是一个结构性的东西，是我们从烦恼的此岸啊，到智慧的彼岸，从我们有这个种种的苦的彼岸，到我能够离苦得乐的彼岸啊，我能从我自己有障碍的这个此岸，到我没有障碍的彼岸。我们谈到就是从这个凡身梦宅，到我们能够成佛啊，得菩提成佛，这就是靠着六度啊。这六度呢就是修行啊，般若，所以它叫做六，这个六波罗蜜多，就是六个从此岸到彼岸的一个渡口。那今天呢，我们要给大家来谈烦恼，是不是烦恼法？因为唯识要转世成智，你看了每一个东西都是有一个结构性的东西给我们，用那个东西我们把它提升啊，那么这个由下啊，我们提升往上，慢慢形成我们的智慧，形成我们的般若。可是我们在我们转世成智，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一定会碰到很多的这个烦恼啊。所谓的烦恼就是我们的障碍啊，我们的无明。你看，我们要做把好的转的事啊，这转世成智到智慧去，可是我们一定会碰到有障碍的时候，有烦恼的时候，有无明的时候，有困扰的时候啊。这个时候用这个东西应该怎么去转呢？所以我们今天要谈的就是烦恼法的对治，就是我们要去对治我们自己的烦恼啊。烦恼的事情，其实每一位你都很有这种体验。也许今天你在某一个情况之下，哎，你就碰到一个烦恼，是不是？也许你就在刚刚要来这个安和分院到我们佛堂来这个上课的时候，哎，稍稍有一件事情让你觉得好像这个
不如意的事情让你觉得愤怒，或者是让你觉得心里面觉得不舒服，那也都成为叫做烦恼啊。烦恼每天都有，有时候这个烦恼还真的还会从天而降，说从天而降实在对不起天了，不是天给你的，都是自己的心所造成的。这你的心只要稍微心念一转，它就来。所以烦恼的事情啊，应该不能够说它叫从天而降，这样好像错怪了天。那烦恼都是自己转出来的啊！你只要一个想法是比较消极的，烦恼就出来；你只要一个烦恼啊，你的想法是这个比较防卫性的，你的烦恼就会出来啊！只要你有一个想法，这个想法是这个比较不那么正向的，那么你很快就会产生这个烦恼出来。所以在谈这个烦恼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现在跟大家谈谈智慧跟烦恼之间它是什么样一个关系。我们讲智慧，就世间法来看，就我们的平常生活工作待人接物当中，我如果有智慧的话，我智慧比较高的话，我当然就不会说错话，做错事，想不开，这个念头转不来，是不是？所以智慧比较好一点的话，你看啊，如果有一个人稍稍的这个批评了这个我们，那么我就在想说他是善意的，只不过是他讲话冲一点而已，我们还感谢他说谢谢你啊，我会留意这个事情，这是有智慧的人做的。对方呢，有过几天搞不好还会跟你讲，我那天跟你讲的时候，我觉得那个太冲了，我真对不起。我没想到，我确实我是善意的。我跟你讲完了以后，我觉得你的态度真好，我真该看向你学习。本来可能在那地方结冤的，现在变成好朋友了，不止变成好朋友，那一件事情变成喜乐。你说，因为有智慧的人会跟他会回应的说。我知道你是为我好，也是为大家好，把事情做好，谢谢你。那个度量也大，本来是一个麻烦，现在好了。哦，那是智慧。你看啊，夫妻之间也是一样。回到家里，配偶在那里练了一下，怎么到这么晚才回来？不管是男生或女生，有智慧的人说啊，今天假设是今天的话，因为郑老师课讲的太好，他又演了20分钟，你要不要听？我等一下讲给你听，是不是？他可能还也许气还没有消，而且你跟他讲说，是啊，这个我去，这有些事情谢谢你帮我处理了，也许就彼此两个人就觉得是很和谐的互动，他。是用智慧在互动，但是一回来家一问，你怎么会晚了半个小时才回来，你到哪里去了？另外那个人讲说，去哪里，去找情人了，你要怎么样？这很生气，他讲的话重一点说啊，你怎么会这么晚回来，有责备的意思，你去跟他讲一个去找情人了，你要怎么样？这好像就是摆明了就是要杠起来了一样，这叫无明，对不对？再下去是彼此之间的觉察性通通都没有了，对不对？对，那两个人就会真的会杠起来。所以我们平常生活当中，我们有比较好的觉察力，能够觉察别人的心，那么别他跟别人同理啊，他虽然在生气，但也知道他的缘由在哪里，我们就比较能够同一个理，那彼此之间那么沟通就容易，那么这个感通也容易，那么彼此之间呢就有一种好像应该说这个志同道合的感觉。所以我们说那是智慧，智慧是靠着觉察啊。这个台湾话常常讲说，哎呀，这个人哦，对啊，了解人的轻重，一个人啊应该了解别人的轻重，对，
他从他的角度，他有他自己碰到的一些难题或不爽的地方。那哪怎样能够听到别人的轻跟重，我们也就讲话自然而然，沟通就容易，就不会在那个地方撞起来。这个是所谓转世成智哈，就靠着我们这个把我们原来可能是啊这个生气的，可能是这个不愉快的，可能是情绪不稳定的，我在有一个觉察，脑子比较清楚的时候，我把它转动起来，变成一个有智慧的回应，结果看到的是一个美好的结果，看到的是一个彼此之间欢喜的喜乐的一种结果，那所以福报也跟着来，所以叫做转世成智，是从这儿来的。所以那一个智慧在世间法里是这个样子，可是还有一个智慧，我们这个部分我们也称它叫做智慧，但是有时候智慧来表达它，它不太能了解，所以有时候干脆就直接用原来的这个巴利文叫般若啊。为什么称它叫般若呢？因为般若这个部分是属于空性，是没有办法描述的啊。我有一个丰富的智慧来解决我的工作的问题，表示我能弹性思考，我觉察问题的关键很清楚，那个是一般讲智慧，大部分用在世间法，其实也是般若的一部分。可是我们还有一种这个智慧是打开我们的心，跟整个的如来法界会相应的那一部分，我们称它这个也是称它叫智慧，但是过去的古德通常就直接谈那是我们的般若，其实是二而一，一而二的啊。那么那个空性呢，也就是我们的光明性，它能成一切法啊，但它却不是属于哪一法，它是一个空性啊。我们的德恨从那里流露出来，我们的慈悲喜舍也是从那里流露出来，我们的这个六度的行持也从那里流露出来。那么它我们称它叫空性，叫般若，就是我们的自己的佛性了。这个地方那么为了要解释更清楚一点，智慧般若，可是如果我碰到一件事情，我有了障碍，我执着在我过去的一些经验，或者是我过去打的心结，我执着在这里，你讲什么东西我都听不进去，这个时候我们说我已经陷入了我的烦恼里头啊，陷入了烦恼里头，所以那个东西叫烦恼法。那么现在来了，一个人如果常常陷在烦恼法的时候，他有没有可能转世成智呢？不可能。一个人如果常常陷在烦恼法里头的时候，他有可能接触到般若的那一块吗？可能啊。所以唯识家呢，就这么样子的老婆心切，除了前面告诉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这些所谓的善法正向的告诉我们之外，现在他要告诉我们的就是这个烦恼法的对治。你能够把烦恼法看清楚，能够对治它这一个部分，把烦恼转这个转动啊，转这个烦恼的事成为智慧啊，这个部分是我们生活以及修行当中更重要的一部分，你说是不是？可是这个的部分大概都跟我们从小成长过程当中，乃至于无过去式累积下来的一些打的心结，以阿含藏阿含经的说法，他告诉我们说，我们过去有种不安全感的经验，就会形成我们的心结，它慢慢的也会形成贪，也会形成嗔怒的嗔啊。那我们对一些过去的东西，我们很容易愤怒，我们很容易变得懒惰，那我们对一些事情不想去觉察它，所以我们就会变成这个变成愚痴啊，变成对一些事情的敏锐的思考以及弹性的思考慢慢会失掉啊。那么
这些东西呢，都跟过去的经验有关。以我一个学心理学的人来读啊，这个佛经的东西，我是很容易了解他的。一个人如果小的时候，他这个父母亲常常在吵架，让小孩子失去了安全感，这个小孩子长大了以后，他的防卫性会比较高，是不是？他也比较不敢啊，提出自己应该有的主张，他也比较不敢，而且他有可能啊，他对于一个比较权威的东西，他会特别的害怕，他想躲开，那这样子他就变成他有了一些结在那个地方，这些结就变成他的烦恼的来源。假使一个人他的不安全感严重起来的话，他也可能要去贪求更多的财富，贪求更多的这个权力，贪求更多的名闻利养来巩固自己，所以贪也从这个地方产生。他呢，你听我，你了解他的背景，他的背后是在这个地方。我们内心里头，我们在成长过程当中，如果我们的打了结，这个结是我跟别人是对立的，是相对的，那么我的防卫性就会提高，我比较容易生气，不打紧，我对于人跟人之间比较不容易有一种比较开朗的那种情怀去跟别人交往，有比较好一点的人际关系的互动，人缘就会比较变得比较不好。所以我们其实打了很多的结，有的是今生今世打的结，有的是过去打的结，过去的事所打的结，我们心中有很多的结，有这些结就形成很多的结系，啊，打结的结，结上面就会系很多东西。一结不是只有一个打一个结就干了，一结就结下很多的问题哦。这个从以前开南往宜兰方向走的时候，无煞开南的时候，那每一次的一个大的一个灾难都成为一个结，所以一点能给三个四个五个，每一次战争都是一结，他用结来代表他，可是每一个结都是留下这个很深的一个过去的一些战争的一些阴影在那个地方，所以用结来提醒大家不要结这个结，而是要解结。所以佛经里头告诉我们要解结，是不是？所以朋友之间要解结，夫妻之间要解结啊，那么这个甚至于不同的党派、不同的意见的人要懂得解结啊，解掉这个结是很重要。解了这个结，就等于说我们能够对治烦恼，解了这个结，我们的智慧慢慢才会发展出来。所以这个心整个的一个维世的一个道理也很清楚的，在这个地方跟现代心理学也是相应的。你看啊，守楞严经这部经里的这部经，是不管是你修的是禅啊，修的是静，修的是密，修的是律啊，这部经在这个汉传的佛教里头，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经典啊，在中国的佛法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经典啊，这个我们简称为叫做这个楞严经，可是它的全称叫大佛顶首楞严经。什么叫大佛顶呢？是这个大的佛的顶，也就是它的全缘。所以这部经呢，是十方诸佛啊，他的这个修行的密藏，指大佛的顶。那这部经呢，它提到我们的烦恼、我们的困境是从哪里来的呢？他说啊，我们人世间的智慧，是因为性觉蔽明啊，我们那一个空性，空性呢，拿这个空性来在生活，在我们的生活中去觉察、去
去明察去运用的时候，我们就自然而然产生了我们的知识，产生了我们的这个弹性的思考，产生了我们的创意，也产生了我们的智慧，累积了更多的这些文化的一些珍贵的一些经验。那个是信为明觉，信就是我们的佛性啊。所以信觉必明，信觉的时候，他出来了觉察各种生活的经验的时候，你自然就很明达，自然就很通明，叫做信觉必明，妄为明觉。我们之所以会变成烦恼，会变成妄，是因为明上加觉。是什么叫明？我照明了我的人生，做了好多的事情，做完了以后就觉得这个人生就是我，开始有了我执，开始有了我跟你之间的对立，开始有我跟你之间意见不同，开始我跟你之间利害关系不一样，所以我开始一执着这些东西呢，我们一开始认识就产生了很多的妄烦恼跟着来，然后妄为明觉。我们之所以有很多的痛苦困难，乃至于我们到最后在人生会活得不快乐，甚至于就在这个轮回里头一直执着在那个地方挥之不去啊，不能得究竟啊，不能成佛啊，不能得这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都是从这里来的。这种事情其实举个例子也很简单，本来假设我们大家在一起，每一个人都这个发给他一件背心好了，这个背心，可是这件背心还没有发给他的时候，这件背心对他没有什么没什么感觉，不同颜色大小这么，但是你选好了以后开始穿上去了以后，上面也有号码，也有一点点不同的颜色，甚至形状有点不同，你穿了以后，你只要穿上一天，然后说你不准再换，就是这个，这一件就是你的了，不要换来换去，然后你会发觉你会越来越珍惜这件衣服，而且把这件衣服当成你的。如果有个人把自己这件衣服给你，你如果把它晾在那个地方，他把你稍稍的这个在他不经意的时候把你弄脏了，你会很生气，不止很生气，可能会大发雷霆，是不是？那么为什么会这样？他本来那件衣服不是你的，只不过是花给你以后才穿了一次，就已经变成这个样子了。我们的人生的这个肉体，有血有肉，这个肉体就像那件衣服，结果你来了，你一穿上去了，现在你很在意哦，每天照着镜子就习惯，然后你就较细腻一点哦，我不是让你好拼哦，就来了，是不是？啊，你就较细腻，你小心一点哦，我不是那么好欺负的，就来了，嗯，我就是安尼，我的个性就是安尼，无你是要安怎？来了，啊，所以我们就在这个地方玩这个游戏哦。又何况这件衣服不是这么简单，它里面有血有肉有基因有各种东西，是不是？所以它是把你的事通通藏在这个衣服里头给你穿，就是这件衣服。所以大家要看清楚，有一天到了你年老，现在就要常常要参透这件事情，有一天到年老的时候，不是有一天，今天就要看清楚，就是这件衣服是旧青的呢，穿完了有一天我要把它剥下来的时候，我要高高兴兴的剥下来，而且把它洗干净摆下来，我已经穿过了，因为毕竟不是这个身体，这个身体就是世的产物而已。学佛在转世成之上这一件事情的领悟，你开始切入它了以后，你才有可能发展出慈悲喜舍出来，才能够对人生不会产生这么执着出来。
烦恼才有办法慢慢的可以退去，否则越烦恼越积越多。这个最近有一个人跟我谈到这个事情，我跟他说，我跟你讲，其实生活是现成的，你千万不要等着说我赚够了钱，我让我的社会地位高到一定的程度，然后我再来快乐，再来幸福，再来享福，不对的。你等到有更多东西的时候，你的烦恼就会更多，你执着的也会更多，所以那个时候你缺乏的也会更多，烦恼紧跟的来。你必须要懂得当下，而且你能懂得真的会去欣赏你的生活，这样才可以，而且知道这些东西终究毕竟是借你用的，你的存折里头也是借你用的，你放心好了，有一天你走的时候，那些存折一定有人领出去用，你那个再好的房子，你放心，也一定有人住，对不对？它就是这个样子，拍拍手，你得放下来。可是我们总是在我们有的时候打了很多的结，打了很多的结系，然后从这里产生了很多的烦恼，产生了我们烦恼里头有大烦恼法、随烦恼法，紧跟着就来了。所以我们的身体其实就是这个反应。人的身体透过这个大脑的指挥跟整个身体结合在一起，脑子的讯息也通通都到我们身体的每一个器官，都是分不开的这个你不要以为我想的只有想在脑子里头，不是。你偷偷的恨一个人，可是这个恨不是只有在脑子里头，这个恨也会跑到你的心脏去，也会跑到你的肾脏去，也会跑到你的胃肠去，也会跑到你每一个细胞里头去，因为每一个细胞都有它的接收器，那还是可以接收这个讯息，包括你的骨头都有。所以我们起心动念这件事情是多么的重要。那么我们来看，以现在神经科学的角度来看我们的身体，这个肉体在这里，我们坐在这里一起分享这个唯识学，你看这个身体在这里，最后整个的一个事的一个总枢纽是在我们的这个大脑，它是我们用神经科学来看它的话，那么当今最有名的这个最权威的脑神经科学家叫 James Austin， 这个人他这样子的告诉我们的，他说其实你的脑子可以分成五个系统。第一个系统呢是你的知觉系统，眼睛看的、耳朵听的、接触的、空间关系的、身体动觉的音乐的各方面的，你储存在、散布在你这个大脑的不同的部位，几乎遍布你的整个的一个这个脑皮质，你的知觉的系统遍布，这是第一个系统。比如说听觉的部分通常会在颞叶，视觉的部分会在我的枕叶那空间关系的部分会在比较靠近我的顶叶，它都有，虽然有一点分布不同，但是整个的大脑都有一些知觉的系统，这是第一个系统。第二个系统是叫做这个理性跟决策系统，我们的思考跟我们的决策呢，其实是在我们的前额这一块它这个前额这一块的，如果这一块受伤的话，那么你要思考就不行了，你要做决定也不行了，你没有什么好决定，决定不出来了，这个地方。
那么第三个系统呢，是你的脑干上来附近的那一个地方，叫脑干边缘的那个整个区块，那么这个叫做边缘系统。那边缘系统是管理着这个情绪跟感情的世界。那第四个系统呢，是在你的顶叶，就是这个边缘系统上头最顶的一个地方，那个是我们的直觉。什么叫直觉呢？我有丰富的人生经验，我的经历过了以后，我只要看一件事情，眼睛一看，我就会知道有一个直觉，这里是有蹊跷，或者这个生意可以做，或者诶这里有危险，有一种灵感，那个是直觉啊。通常在一个领域里头有丰富经验了以后，他对一件事情一看，他就有一个直觉啊。像我做这个心理的工作做久了，一个人一进来跟我谈话，我只要短短的时间，我很快就能够掌握到这个人他可能在哪一部分他可能有了打了结，或者哪一个部分可能有了一点困扰在哪一个地方，我直觉就已经可以有了啊。但是我要继续去测试了解他的问题是不是真的在这里啊。所以我们做事业也好，我们这个在工作上执行某些任务也好，或者我们去这个开拓一个新的啊，我们的这个产品，或者是开拓一个新的市场，或做一笔新的生意，我们常常是透过一个直觉得到了一个我的一个新的一个点子，然后我这个点子会拿到我的 prefrontal lobby， 就是前额这个地方来稍微这个在这里做思考啊。那做思考了以后，我才去做决定。可是我在思考的时候，我同时会把我的情绪系统，也就是过去曾经经验过跟这件事情类似，有一点点类似的经验的情绪经验，储存在我的边缘系统的，我会不断的送出来，来给我的做思考跟决策的时候的参考。所以我在碰到一件事情，我就想到以前的经验怕怕的时候，我就不敢做决定了，是不是？那是边缘系统那一部分来送过来东西。所以有时候当我们的情绪很不稳定的时候，它会影响我们的思考，也会影响我们的决定，甚至于到最后会没有办法做决定，甚至于会宕机。而且等到它没有办法做决定的时候，是我送了很多情绪过去，脑子不起理性的思考啊，也没办法做决定，荡在那个地方就产生了更多的这种困扰，然后甚至更多的困扰又压迫了这个，让这个情绪上觉得更不稳定。那这两个来来回回都跟他嘎西迪呀这种情形啊。在这种情况之下，直觉几乎想不出什么点子，再怎么想就是那一个卡西嘛，不安全，或者是怎么想都是那个东西，他没有办法产生新的直觉，没有办法产生一个好的啊，更好的一个直觉跟判断的连结。那么这样看来，你有没有发现前面这四个东西它是互相影响的，非常非常紧密的互相影响。所以在教育上，如果要把一个孩子教的他将来啊，有很多的不太能做事情又不稳定，那只要把他的情绪系统跟感情系统把他教乱了就可以，一定会达到这个效果。尤其是前面的那几年，而特别是在儿童期之前，他就是这个样啊，利用个眼用个高压的眼给下来的，有的很小就被很大声很威吓的这样子来弄的，那小孩子他就会受他影响，是不是？一个人啊，他读书，你看看哈，如果我们叫他读书是每天都在逼着他，他功课刷刷有没有做我们就骂他，功课没有做好写错个字也要责备他，
这样子虽然是你很用心的教这个小孩子，可是他虽然功课是考第一名的小孩子，可是他却是一个一直都是惶惶不安不愉快的学习。其实是真正在读册哦，台湾话讲读册就是愈读愈册，是不是？那有你又要读书，可是又对他很恐惧的时候，这个人在将来考试的时候会不会变成考试的焦虑症？是不是？会变成压抑了他考试的时候的一些灵感思考，他没有办法这个发展的好。你就是教他做运动也是一样，你用很高的压力把他压，严格训练没有问题。你要训练一个选手，严格训练没有问题。可是你如果是一个有了用惧怕的一种东西把一个人吓下去了以后，他在节骨眼上的时候，他会送出一些很不安的一些情绪出来的时候，他就会抑制整个身体的活动，因为这个时候这个肾上腺素大量释放出来，他的稳定度马上就受影响，判断也受影响，那个表现临场的表现马上就受影响。所以这四个东西是如果能够协调的很好，读书啊是需要有些这个给他一点，对吧？我们说给他一点这个鼓励，但是也要给他一点适当的给他一点压力都没有关系，不是说不可以给他压力啊，但是并不是教他惧怕啊，或者教他把他骂得他倒是觉得很无助啊，那这个人他读书做家事做朋友交朋友，他心情上他感觉他比较和谐，那这个人这个理性决策的系统跟情绪的这个系统他协调的比较好，那创意的部分直觉的部分点子的部分也会比较好啊，不打紧，观察觉察周边环境的能力也跟得好起来，也就是这四个因子这协调的很好了。好，如果他协调到最好的一个情况之下的时候， James Austin 是告诉我们，他说我们的身体里头被这个几个系统它的一个这个传导物质怎么传导，我们几乎都可以用科学证验找到它的传导的过程，我们都很清楚。可是我们要知道我们常常讲的般若到底藏在哪里，是不是？我们所谓的一般讲的说一个人啊，那种圣贤的那样子的精怀到底藏在哪里，他从哪里出来的。那么所谓的佛性到底藏在哪里，是不是也有一个系，这个系现在已经检透过这个所谓功能性的核磁共振可以检验的这么清楚了，这几年在神经科学上，那到底这个东西从哪里来？因为他自己 James Austin 自己就是学佛的，他学坐禅，他40几岁50岁的时候他到日本去，他是曹洞宗的，他受过很好的曹洞宗的训练，因为他刚好去日本讲学一年，他只趁那个机会好啊，他研究的是神经科学，但是他就去学坐禅，然后学坐禅，学禅的种种的这些啊，这些修行的这些道理，他回去了以后做更多的研究，结果他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了，他说我们也真的找到了，那个圣贤的心，那个佛性，不是藏在某一个部位，而是这四个部分协调的好的时候，它自然那个部分就会出来。那么这么说来的话，如果我好好的读书，我好好的工作，我好好的待人，我很讲理，我的情绪也很稳定，我很认真，我待人接物的一些思考跟决策，我也在整个的一个伦理道德上实践的也很好，我的慈悲心舍在这个地方啊，这个好好的去实践。他说当你清静下来的时候，
你这个是在一个所谓敏思的状态的时候，啊，那个时候你的那一个佛性自然就浮现起来。这是他所谓的第五个部分。那么这么说来，那个般若应该是世间法跟出间法分不开，一定是你要把在世间法上有所领悟的时候，也一定在世间法上要你要协调的好才可以，没有协调的好根本不行。但是并不是表示你的世间法你一定要有多大的学问，有多高的学位，而是你这几个部分都能够协调的好。你想一个人在家里，我们就是在我们的职场上，或者我不在职场，我在家里做家庭主妇，你想想看，光是在家里，你知道经营一个家庭跟经营一个公司是差不了多远的。那么你的这个每一件事情跟你的情绪系统，跟你的思考决策系统，跟你的直觉，跟你的周边的那些知觉的系统，整个协调的独独当当的啊，稳稳定定的，这样子的一个修行，正是我们共同大家都要努力的，你要了解的。所以独唯识能够用现代的科学的东西再去把它印证来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首楞严经》里头有一段，那么阿难啊，《首楞严经》的开始它有一段是那个续分的部分，就是刚好是这个解夏日啊，佛的时代到现在我们也都还有这个，就是这个4月30号是节下，然后这个到了这个7月的这个30号，有时候我们用15号，也就是4月的15号或7月的15号是节下，那一段叫节下安居，好好的静坐，好好的学佛，好好的修行。那这一段修行一方面也是雨季，一方面也是最热，一方面也是出去的时候，因为夏天很热，那么这个出去的时候大家啊，尤其是要去脱钵的时候，大家衣衫啊都随便穿，所以这个用那一段时间就是节下安居，几乎吃的很少啊，或者甚至于就是这个不吃，然后静坐这个敏思啊，这样子修行。那么当时波斯匿王就在解夏的时候，那么就请佛到皇宫去。那当然城里头的一些长者也都邀请这些僧团，因为斋僧嘛，你听过吧，斋僧大会嘛，就是要斋僧。结果呢要斋僧呢，那么这个文殊菩萨就把他分配一下，领着不同的人，哪些人到哪一个这个长者的家，哪些人到哪一个居士的家，那佛是跟有一部分的弟子到皇宫去的。那么只有阿难没有被分配得到，为什么？因为那一天早上要阿难他出去化缘去了，所以没有分配。后来就说那一天呢，就是一直都没有啊，延门啊，去托钵乞食，都没有人布施，所以他就走，最后决定到一个就是风化场所，风化区去托钵。那么他心里也想着，我们对一善良的人，我们也要托钵布施他佛法。啊，他们布施啊，给他一点食物，那么那边也是要。结果没想到去了以后，被摩登伽尼以这个大的这个咒术呢，就把他射到淫喜，将会戒体。那么佛呢，就在这个
灾会上知道他陷入困境，佛有神通力，因为乌兰毕竟是佛的世身呢、而且他是这个还没有出家之前，他是他的这个堂弟呀、所以他知道他落入淫喜将毁戒体，所以就请文殊菩萨持着咒语去把他提奖回来，而且也把摩登伽尼一起都把他带回来。摩登伽尼就开悟了，欧然呢倒是哭哭啼啼的，那哭哭啼啼的，就因为哭哭啼啼，自己觉得一向多闻未全道理，问题就在这里。我一向听了很多的佛法，可是我没有实际真正的去实践，没有好好去修行，所以我在那一刹那之间，我根本掌握不住，才会那样在这个地方来。所以佛就为他讲这个熟楞严经，是从这个地方开始讲的。而这个熟楞严经要开始讲的时候，讲到这个心的问题，那么也就是叫做这个佛呢，那么跟欧兰在这个地方讨论心到底是在哪里的时候，所以佛七增欧兰，从七个角度来问欧兰说，我请问你，认为你坐在这个讲堂，那你看看你外头你可以看得到吧？他说我可以看到。那么我请问你，你的心是在哪里？欧兰说，我的心应该在我的心内吧。他说，如果你的心在你的心内，你应该可以看到你的内脏。欧兰又问了，又说了，那么我的心一定在外面吧。他说，如果你的心是在外面，那是跟你没有相关，心不在这里。那么那么是不是我的心就好像跟我的感觉器官结合在一起？就是说，如果他跟你在一起的话，你的心应该可以看到你的眼珠，可以看到你的这个你自己的种种知觉器官。然后他就讲说，那么是不是在明暗处，明的地方就有我的心，暗的地方没有我的心？他说，那么这么说的话，眼睛看不到的人就没有心了。所以这个佛的辩才啊，把欧兰到最后七真欧兰全部考倒了。然后最后不是在哪一个地方，而在哪里，跟现在 James Austin 所讲的是有一点类似，就是你的心协调好，你当你完全协调这些东西都协调好了以后，你才会真正的看到你真正的那个智慧的本来所以般若的本来，也就从这个地方开始，才把楞严咒也告诉欧兰了。然后还不打紧呢，佛还找了25位菩萨来说圆通，就是这一些佛的这个最高的欧罗汉或佛的这些弟子，乃至于像观音菩萨、文殊菩萨、普贤菩萨都请来。你看佛是这么样的慈悲啊，他请了25位菩萨来开研讨会，而且有这样大型的三昧轮还真少看到呢。我们一个三昧轮顶多五个四个了不起啊，是不是讲大家听了，是不是？但他不是一排就是25个，而是每一个人讲他们的心得，而且几乎每一个心得都是跟这个地方相契，跟佛一谈的这个地方相契。他们每一个人从自己的六根去切入，从这个七大去切入，从他的一个这个超越性的一个角度去切入，每一个人讲他们的心得。而观音菩萨呢，那么是这个从耳根入的那一位，所以那么观音呢，他这个最简单的意思就是说，当你在听的时候，那个听的背后的那个自己，其实就是正是你的佛性啊。而且你能够听得相当的祥和而且听得明明白白的，那个背后以至于你的内心里头可以产生出来宁静的那个心，最后你会产生
依着上合十方诸佛本妙觉性，一方面是你跟十方诸佛啊，十方诸佛本妙觉心啊，他的那么样子的妙觉啊，以这个如来同一慈力，跟这些如来是同样的那样的慈悲。二者下合一切六道众生，这另外一方面，你跟所有的一切六道众生，你都能够跟他们很清楚的这个互动同理，而且同一悲仰产生那么样子的慈悲心来，所以悲智通通发展出来了。他说，我就是因为这个样子，因为我这一个修行的法门是从观音如来那里学来的，我用这样子的来修行。那么这样看来，从很多经典来印证，我觉得詹姆斯奥斯汀他从科学的角度来了解这件事情，应该是现代人很容易比较容易接受，因为我坐在这个地方我一切具足啊，是不是？一方面是我的知觉的系统，用我的眼耳鼻舌身意接触到的这些讯息是我的知觉的系统，是不是？而这些知觉的系统会去调我过去的经验，然后我这些经验里的同时包括它会跟我的过去的经验来比对，而且也会跟我的情绪，过去的情绪，过去累积下来的喜怒哀乐的这些都会有关系。打个比方，比如说你们有的人怕不怕狗？你如果看到一只狗，你怕狗的人只要看到狗单独从那边一条小路过来，不要在公园就好，他就那公园的那个散步的那个步道走过来，你看到他就已经开始在害怕了，是不是？好，你在害怕的时候是因为你以前也许被狗吠过，被狗追过，或者被狗咬过，或者长辈啊不断的加强啊你对狗的害怕，然后现在你已经怕了，怕了以后眼睛一直看着它，然后把脚停在那个地方，那只狗马上头抬起来跟你嗯，是不是这样？然后你更害怕就逃，它就追，所以很快就有这个结果，马上就出来。所以地狱你怕不怕？那么你如果打一个结在那个地方，你到地狱的时候就变成地狱众。可是地藏王菩萨到地狱去的时候，他是不是地狱众？不是，他还是地藏王菩萨，是不是？他现那么一切智慧，以各种因缘，在地狱里头，地狱的众生是多么的不稳定，但是他在那个地方还是那么稳定。问题是修自己的心，所以十法界一心具足十法界，古德这么讲，我觉得确实是这个样子啊。从经典来看，从现在看，没有什么很大的差异的，只是表达的方式啊，这个不同，以后你反而容易了解。你有所了解了，那你就知道这几个部分，你有了恐惧害怕，你就思考，思考的结果就行动，行动就跑给那个狗追，狗就扑过来的结果，然后你差不多再下一次再把这个东西储存到你的情绪中出去，以后就不要看到狗，就要看到狗的像狗的影子，你就已经差不多昏倒了，是不是这个样子呢？所以万法为事啊。可是当我这些东西都旋转成我的理性也能够处理我的感情，我的感情情绪的部分调理的这个堵堵当当，然后我的知觉也了了分明，我过去的经验也了了分明，这个时候我的直觉判断就知道，一者上合十方诸佛本妙觉心，二者下合一切六道众生，以诸众生同一悲仰。所以你看他那个狗，你反而会跟他吹个口哨，那就两声，那狗还会给你摆摆尾，完全另外一回事，你不觉得吗？我们的生命世界里头常常陷入这个困境里头来。当我这些东西学得好了以后，就是那个协调这个的，最后它称为叫做佛性，
那个部分。所以佛性呢是本来如如就是那么的亮丽，但是佛性要出来协调你那个复杂的东西常常进不来。为什么？因为烦恼法把你障碍住，有这些烦恼法把我们这整个脑子搞得这样子，这个七零八落的，它不能进行一个协调的东西，所以般若也就自然而然就没有办法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那么这么说来的话，我们就这里就越来越觉得了解了，我们影响我们最多的可能是情绪，还有一个是我们过去透过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所留下来的一些经验知识，它也不断的在影响我们的脑子处理问题以及我们的直觉。因为我们容易被成见偏见刻板观念给困住，我们也会被情绪浮动不安的一些不安全感，类似比如说像焦虑啦、贪执啦、这个困顿啦，那么这个忧郁啦、那么这个一个人的怠惰啦，这些东西都会把我们的心智给困住啊。那么我们讲到这里来的时候，你慢慢就比较清楚一件事情，我们所谓的这个烦恼，所谓的这个大烦恼法，其实就是这个失衡所打出来的几个大结，这几个结会障碍我们这个世间法里头一般生活之间的一些思考运作，也会阻隔了那一个般若产生了所谓的圣贤心，产生了一种这个了了分明背后的觉察。我们被这个烦恼法给阻隔了所以现在要谈这个烦恼法的对治呢，就变得很重要。如果这个烦恼法的东西我没有办法洗涤掉，我没有办法去协调我自己内在的这个心，使它变成一个和谐的，那么我连我自己平常生活当中的那个灵感、那个直觉、那个想出来的点子都是扭曲的，又何况说我没有办法形成真正那个觉悟的那个部分。那么这样子，我们平常生活当中我们怎么去这个把这个烦恼对治好，然后把这个烦恼真的能够转世成智变成真正的智慧，那么就变成很重要了。那么这样子把它看一看，烦恼法的背后影响我们最大的就是边缘系统那个部位那么叫 limbic system。 这个 limbic system 就是我过去所做过的有端的喜怒哀乐，高兴不高兴，紧张不紧张，可怕不可怕，可恶不可恶这些东西的全部都储存在那，在我的就在我的这个 limbic system， 就在我的边缘系统里头运作。那所以你会发现一个有趣的事情，有时候你有没有留意，我看某一个人一看我觉得他很慈悲，你们这个法鼓山的信众都很慈悲，那是因为你看惯了这一块。但是如果你到外头去街道上去走的时候，或者是你去商店去购物买个东西的时候，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这个人我第一次看他，我一看就觉得这个人不是什么好东西，或者我觉得这个人看起来油腔滑调，或这个人看起来就是油炸油炸的，你有没有过这种经验？有，也就是说你以前被类似这样子的人这个比如说他欺骗过你或什么东西，那么他有可能留下一个东西你不会讲，
但是他这个在你要去判断要不要买的时候，所以我看这个人齁，看起来跟他不是款不是款，其实你要弄清楚，你是要把事情看清楚，你不是看他的脸啊。啊，所以这个东西就叫做我们所谓的我们有了这个情绪，而我们有了这个情绪呢，在我们的唯识里头称为叫做随烦恼啊。这个根本烦恼的大烦恼呢，是贪嗔痴慢疑。那随烦恼呢，就是你那些情绪通通都叫随烦恼，是随着那个烦恼而出现的。那所以你要注意一件事情，我常常都会跟很多人讲，有人跟我讲说，哇，这个我什么时候啊，这个要当公公要当婆婆啦。我说哇，恭喜你，我这个我会去参加你们的婚礼。然后我会跟他讲一件事情，公公婆婆不是没有准备啊，就可以当得好的哦。哎，这个公公婆婆啊，你如果媳妇一进门，你讲东讲西讲太多，他毕竟是从外面来的，你讲东讲太多的时候，他给你接，他接受了，但是总觉得你嫌他不好，日子多了以后，久了以后，他觉得好像你瞧不起我一样，就开始把这个结在这里，情绪慢慢的就有一个不好的情绪在那里。我觉得做公公婆婆的人，有事情讲话一定不要带着情绪去讲，你可以讲，但是有些事情你可以不要讲的，可以不必讲就不要讲。你要讲的时候，你的孩子和你女儿哈，你要讲的时候，结婚之前你爱怎么讲怎么讲啊，不然单独你也可以跟他讲，但是就是对自己的女婿跟这个媳妇呢，你不要建立太多的厌恶性刺激。那你欣赏你偶尔都不服啊，还给我改陪伴当陪伴在，不必要。你一定要大家都很熟了，有一段时间，然后你真的有一些东西可以要告诉他，是告诉他就可以。为什么？因为刚开始那一段时间的相处是很重要啊。那所以我们知道有随烦，有大烦恼，有那个叫做根本烦恼，就是贪嗔痴慢疑邪见。这个是有一个叫随烦恼，是跟随着他而来的那些情绪，就是随烦恼，有高兴的，有不高兴，有乐观，有悲观，有沮丧，有这个喜乐，有这个痛苦，有快乐，都有。那些东西是一个情绪的东西。我们把这个东西解释清楚了，你现在可以看得出来，如果我们在我们平常生活当中啊，一个人在他的成长过程当中受过比较好的训练，待人接物的训练，他比较不会去伤到别人。这个孩子和这个年轻人，他跟别人相处很好，他无形中吸收了温暖比较多，从同伴也去温暖比较多，他的人际关系越发越好。那如果这个人你没有把他弄好，他没有把他，他跟别人之间总是有一点冲突，累积累积累积，那累积了就是情绪也不好，然后过去的一些经验又不好，他累积了，然后加上他的随烦恼跟着来，那么他越来适应能力会越来越差，即使很聪明的孩子也不行，也不行。所以用我们唯识心理，用我们的佛法来解释教育问题，再加上现代科学的研究结果拿来对照来看，我们的唯识论对我们的生活的帮助其实是真的是很大的，是很活用的东西。老师也就是因为我自己读了这个唯识论，读的自己觉得说
因为我做过专业的心理学心理学的，我一读就通，诶，这个跟这个不就是相通的吗？然后我才知道说，哇，这个唯识的这样子的一个东西，我才会称它叫做唯识心理学加个三个字啊。这个我不是讲说唯识学等于心理学，但是我觉得它有异曲同工之妙。那么我们再把我们现在这一段时间这个心理学研究的东西结合来看的时候，对我们的工作生活人生的幸福，那么帮助会是很大的。我们往下就可以看得出来，大的这个烦恼法是贪嗔痴慢疑邪见，是不是？那么那个这个随烦恼跟随着而来的是什么东西呢？哦，那就多了，在文殊里的很多，这里面有包括像这个愤怒啊、嫉妒啊，这个内心里头这种打结失衡啦、啊，这些啊忧愁啦、啊，那么这个容易产生敌意啦、啊、等等，但是我们心理学里头把它大归类。啊，那就是一个是情绪的部分，这个情绪叫焦虑的系统，就这个人一旦有了这个焦虑的情绪的时候，那么他就会产生焦虑症候群。这个焦虑症候群表现出来了很多，有这个啊强迫性的这个行为的焦虑症啊，有强迫性的想法或强迫性的妄想症，有恐惧症，有恐慌症啊，有各种不同的症状，光是焦虑这个系统就很多啊。那唯识里头当然他也提了很多他的一些名相。那么第二个呢是忧郁啊，忧郁的人我们一般称他叫的忧郁症。焦虑症的背后的主要原因就是惧怕，只要让一个人将来要变成有焦虑性格特质的话，很简单，只要你常常让他害怕就可以了。从小的时候就教他害怕，绝对100%可以达到焦虑症的效果，惧怕。所以在80年代的时候，美国开始注意在研究到这个焦虑本身对人的影响这么大的时候，他几乎有一段时间哈是这个联邦都在注意这个问题，就是告诉要各州都注意这个教育上哈。这个心理健康里头，他告诉我们说，在我们的平常生活当中，我们是教了多少小孩子惧怕。所以有一个小册子，有一个小册子，它叫 How to Teach Fear， 我们是怎么教给小孩子惧怕的？它列很多，告诉你，你不要犯这些错误。其实惧怕这样的东西哈，说真的要讲真的很多啊，这个。有一个妈妈带了一个小孩子到我那边去，最近她是因为看了这个鬼故事啊，看完了以后她就这个晚上就很焦虑，就甚至于她以前啊早一点回家，爸妈还没有回来，她没有问题啊，下课的时候，但现在是爸妈还没有回到家，他会坐在他家的门口发抖，那就是焦虑症啊。你用一个影片就可以教出一个小孩子的这个 fear。过去我还碰过一个小孩子也是看这个的。我到中部一所学校去，这个学校的一个老师，他就跟我讲说，老师你可不可以等一下演讲完了以后给我个20分钟，我想我的孩子的问题想请教，我小孩子也有带来。我说好，他一讲也是被鬼吓到的。你是不是想，他只要父母亲还没有回来，他绝对不敢进家门，而且有时候就在门口啊，而且门口如果那一天的这个邻居没有钱的人，他也会害怕，他跑到邻居家去。我跟那个孩子稍微谈了一下，
我跟他说，孩子，我给他转世成智。我说，孩子，你真的很怕鬼？他说怕。好，我问你，你们学校哪一个人最大？他就指一指，因为就在校长室里的，指指他的校长。他说，校长连老师都应该要怕他，因为他最大。我说，嗯，校长最大，老师怕他，学生也怕他，对不对？好，连老师都怕他，那我想鬼也会怕他。他可是他又不能去住我们家。我告诉你，校长讲的话算数的，请校长写一个条子，上面写的小鬼没有经过我的同意，你绝对不能够接近某某人。校长就笑一笑，我说你现在就写一张意思。他说我书法很好了，我说你就现在写。我问孩子说，你希望那个纸是什么颜色？他说黄色的。我说好，那就黄色写黑字。就写了，就真的写那几个字。结果我说拿回去，你是觉得贴在你的书房，你睡觉的那个门口比较好，还是贴在你家的门口比较好？他说最好是贴在我家门口。我说好，就贴在那个地方。你放心，校长写的字上面还有校长的签名，盖上章，你放心好了，就贴在那个地方，也不要害怕，他不会来，而且你是一个好孩子，啊，就这样子你回去。结果第二个礼拜，那个老师打电话告诉我，就是他的孩子，真的稳稳定定的，他不再怕了。所以，为什么这个？有时候我们要练观音菩萨，为什么？因为观音菩萨他三十二应呢，是不是？所有的苦难你家练观音菩萨就解决了，这现在也让你处理了那个随烦恼的问题。所以观音菩萨的那个法力确实是就是这么厉害，就是这么的强啊！他的这个他的庄严以及他的威德就是这么大，这是观音菩萨。所以我们要常念观音菩萨也是这个道理。但是你有了这一些你可以转的一些方式。那么这些这个情绪的部分把它分成焦虑的系统的，还有一个是忧郁系统的。忧郁的人他的背后就是无助悲伤，就是我觉得我的人生我很无奈，我做什么都不会成功了，被无助了。所以为什么忧郁的人他会觉得情绪低落，振作不起来，甚至有的人他想死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很无助很无奈。第三类的就是敌意，就是有了敌意有了嗔怒，他的背后就是愤怒跟敌意。这三个大系列的东西就变成了我们的这个，所以随烦恼，随烦恼一定会障碍我们大脑的协调功能，障碍了我们大脑的协调功能，我们就没有办法协调那四个系统，形成最后会产生，所以这个圣贤心啊，圣贤的知识，也就是产生这一份我们所谓的这个佛性是从那里流出来的那一个部分呢、啊。我把这些基本的啊，这个给大家讲清楚了，你现在该可以了解，就是说为什么啊，为师要花这么多的时间来谈烦恼法的原因，已经很清楚了啊。而且他也是一样，用相当结构的东西来做。所以各位，你也会注意，以前我们所讲的，一直讲到六度的这个部分，都是你要好像盖房子打地基哈，就是都直接就在那个地方去建设。这个不，但这个地方呢，有点像治疗，是不是？就是说，你陷入了一个负面的烦恼，是不是？那负面的这些随烦恼，那么你一定要把这些东西克服了，你的人生才会变得好，它才不会障碍你的世间法的那份幸福，才不会障碍那个
这个佛性的一个自然的流露。每一个人本来具足佛性的，都是被这些东西给塞住了，啊，刚才就是追供给他丢赶快哈，就这样子。那问题就是你要把它通一通，它很自然的就流露出来。所以我看到了六祖坛经啊，这个六祖会谈到这个哈、啊，这个所谓的见性这一件事情如水长流通啊，啊，这我们就好像像就是就像水在长流通一样，它就不会障碍，就不会给它细去啊。它指的是这个意思，这个心灵上真的协调的好了，那么自然而然的那个这个功德就会出现啊，福德也会出现，就是这个意思啊。好，那么我们接下去开始来谈。贪嗔痴慢疑邪见，是不是？我们来谈贪这件事情。贪，其实可以这么讲说，它是一个匮乏感啊。在心理学里头研究这个匮乏感啊，一个人有一种匮乏哈 啊，这个匮乏感有多严重呢？我身体里头，我如果我有了匮乏，我就会饿，是不是？我缺糖的时候会产生糖饿，我缺盐的时候会产生盐饿，我缺维他命的时候会产生维他命饿，当然我缺淀粉，我缺其他的蛋白质也通通都会产生这个部分的 hungry， 这是正常的，只要生物世界都是如此。但是如果有一种饿是你本来饱的还在饿，你坐在这里安安全全的，你还是很不安全。你这个生活在这个地方应该很安乐的，你是觉得很紧张。那么就说你一定缺乏一个东西，那个叫匮乏感。如果我们一直都教着一个人希望拥有永远就是那么安定的，那么我将来很容易匮乏安定。所以我们教小孩子的时候，我们同时给他安全感没有错，可是我们有时候要带着他，是不是？带他一起做事情，带着他一起去这个郊外，带着他一起去做一些这个平常生活应该做的一些事情，他的胆识就比较好，他的手各方面的经验比较多，他的稳定度就比较好，他就不会觉得他好像一直匮乏。匮乏什么？匮乏别人有没有赞美他，匮乏别人是不是真正欣赏他，匮乏我自己有没有成就感，因为他自己能够去做一些事情他有成就感。人很容易产生这个匮乏的这个问题啊！你看哈，如果在某一个情况之下一直被强调这样才叫漂亮，这样才叫苗条，长胖了不好看，这个叫分别心，就使用了第七世的分别性，苗条才好看，胖的不好看。其实你只要高高兴兴的，我这样胖的胖的很美啊，其实也胖不了哪里去。为什么？因为你没有那种感觉到我匮乏某种东西的感觉的时候，它不会变成一直胖下去，它不会变成一直新陈代谢的问题，它不容易。但顶多是体质比较圆一点而已，圆的还是美的。我们从小不就一直这样唱的吗？是不是？说大象，大象，你的鼻子为什么这么长？然后这个妈妈说，鼻子长才是好看，是不是？就是每一个人都应该会回来接纳他自己的时候，这件事情才是好的啊。因为有的，但是如果我们不可能十全十美，我们没有的，我们觉得变成匮乏的时候，这个匮乏的本身，我害怕匮乏的结果，除了是匮乏之外，就会引发焦虑。我想要补回来，怎么补都补不回来的时候，就变成忧郁，因为我变成很伤心、很无助了，是不是？然后那个人又常常讲我长得不漂亮，讲我长得太胖或太瘦，我就很气他，我的敌意就来了，嗔毒就来了。那写过文经，你先管给他不干活，日子不干活鬼的哈。但是问题是，你生活如果你活得比较啊，你能够这个比较自在一点的话，就没有这个问题。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有一次，我母亲，我跟她讲说班上同学哈，这个有这个派系嫉妒哈，跟她讲，她就跟我讲，不必为这个事情难过，你们小孩子的心哈，顶多哈两三天哈，今天讲的话，明天大家都忘掉了，别不必介意这种事情。你的脑子不要去想，不必去想这种问题。你要想的是，你应该怎么去生活，跟他们一起生活，就只有这样子。你怎么样生活会生活的比较好啊？跟他们可以相处的好一点就好了，不要去担忧这种事情。因为我觉得他跟我讲的一点，就是说不要去担心别人对你怎么讲，明天大家都忘光光了。问题是，你明天碰到他们，跟他们在一起时，你怎么跟他们一起玩？那我觉得这件事情，他这么讲的一个简单的东西啊，是看起来，我现在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他，我觉得他讲的是对的。你回来烦恼完了，明天反而变成好像很紧张，不晓得怎么跟他们玩。你根本不必问，明天都大家都忘这种事情，马上明天对你们孩子来讲，马上就忘了。明天问题是碰面的时候怎么跟大家打招呼，跟他们一起玩，跟你就好了。欸，我觉得也蛮有意思的。那问题是在这里，人确实是这样子，这个一旦有一个自己匮乏的东西，我就会想贪。我要想贪的时候，我就会去想说我怎么去再去拉几个同学变成一党来对抗那个更嫉妒我的那些人，是不是这样？那就是学生里头、班级里头容易产生这种嫉妒的互相这个的小团体，就从这里来。我觉得我母亲应该那个时候就应该去教国民小学，可惜她不识字啊，她就告诉我说：“哼，不必烦恼这些事情。问题是你怎么去啊去过得快乐，跟他们怎么活得快乐才是重要的。问题是你明天准备怎么啊？”要高高兴兴去面对他们才对，我觉得是这样。那么我觉得在我们的心理学里头看起来，一个人的抱负水准越高，匮乏的就越多，是不是这样？一个人给自己的抱负，给自己定的那个抱负的水准越高，我们就会匮乏。如果我达到，我满足我的这个欲求哈的能力很强，抱负水准高一点还没什么关系。那如果我定得很高，是我做自己做不到的，那么我就会变得很沮丧，我会一直很匮乏感，尤其是我办不到的时候。有一个孩子，他是这个在国民小学毕业，要进到国中了，因为他非常的在意他的成绩，而且他的家里把他送到一个很有名的一个私立学校去，就上课上不到，这个就是现在也不是一个学期也上不到一半嘛，差不多一半吧，这个小孩子就已经这个一种焦虑的一些特质呢就开始发了。那么我跟这个孩子谈完了以后，我觉得他给自己定的标准太高了。他在国民小学一直都在拼那个标准，而不是我好好的读书，读的把书读会了，在里面培养兴趣，我喜欢这些东西，我喜欢在这里玩书本上的这些东西。他不是，我一直提倡跟很多人在教育的这一部分的一个演讲里头，我就一直提醒好多父母亲，你是要教他有兴趣读书，教他把这个读的知识怎么灵活运用，教他再去找一些更有趣的东西，更有趣的啊，进一步的一些东西来研究，是很好的东西。但是你如果
只是拿跟人家比较，他就会形成把自己的报复水准定得高。而这些人光是把自己定得很高的报复水准，自己达不到就会很沮丧，久了很无助很悲伤，他就会变成忧郁。那每天都在那里拼，他就变成焦虑，因为焦虑是惧怕，所以匮乏感的事情很折腾人，好折腾人哦。那么一位考上第一志愿的孩子，那么有男生也有女生，那大家都很高兴，那都可是也是没多久就发作，因为他考到第一志愿是很高兴，进去了以后就开始要跟人家拼，他非常的在意这个事情，然后他希望自己能够维持得好，他希望维持于他自己想象中的那一份这个成就。最后他在这个地方有一点小挫折了以后，这一个希望自己美好的这一个注意力却转移到他的身体里头来，他却怕胖了。其实他身体长得很好，但是他爸爸他就开始要这个要节食，有节食，他在国三的时候就已经有了，家里不太注意，但是到了高中来了以后就非常严重了，他就变成节食的很厉害，到最后变成厌食症。其实他的背后是成绩，而不是为了自己的这个胖或者瘦的问题，胖瘦是他转移到这上头来，谈下去了以后才知道。那所以人一旦有了一个匮乏感的时候，他真的是这个很辛苦，他会惧怕原来有的东西失掉，怕自己的优势失掉，又自己定得很高，自己又怕达不到，那他就会很痛苦。所以匮乏感就是贪这件事情的心理背景。好，讲到这里我们就当然还要再给大家谈一下，我们七月份的时候不是有一个盂兰盆法会吗？那么《佛说盂兰盆经》这部经里头，它的描述的这整个的完整的故事，它比现在的心理学家所描述的还更完整。你看他说这个目连尊者有一天他有了神通力，他修行到很好了，有神通力，他终于找到他的，看到他的母亲，用神通看到他的母亲，就是他的母亲掉到恶鬼道去。恶鬼道的众生长得什么样子呢？皮包骨，身体是像骨那么大，撑得像骨那么大，这个咽喉吞咽的地方像针那么细，几乎不再吞咽了，嘴巴吐火，把食物送去给他的时候，他手一拿就变成灰烬，有时候拿到手里头还是食物，但是一放到嘴巴就变成泥沙。所以目连尊者非常的这个惊骇，说他的母亲怎么会掉到恶鬼道去，是这个样子，恶鬼道的众生。然后他就去请教世尊释迦牟尼佛，佛跟他讲，这不是人间一般的菩萨能教得到他的，也不是天上的这个神奇可以帮助了得了他的，他要的话只有一个办法，那是罗含解这个解夏日，就是我们刚刚讲斋僧那个解夏日，因为他们已经有三个月的时间都很少进食，都是在参透，然后解夏的时候是叫罗含自知日，就自己检讨而且正道非常欢喜的自知日。然后那一天你去请这些罗含，他们身心通畅，那么的喜乐，直接去跟你的母亲说法，有了身教直接去说法，他才会应感。不过你要叫他们去说法，他们已经很久都，所以你要先斋僧，就是先给他们这斋僧的这个法会就从这里来，
哦，所以我们说牧年尊者当时这个动机叫做孝顺，所以又叫做教孝的一个法会，但是他的本体却是掉入恶鬼道。真正的问题是在这个地方。好了，这个准备好了，他去说法了，然后这个牧年尊者的母亲得度了。可是我们现在来看看，恶鬼道十法界里头的恶鬼道是仅仅比无间地狱的地狱道高一层而已。无间地狱呢，是一个不间断，苦不间断；第二个是连一点转环的空间都没有，那叫无间地狱。空间是指心理的空间，转都转不过来的。啊，痛苦就是痛苦在，恨就恨在那个地方。那么这个愚痴就愚痴在那个地方，那是一点转环都没有的。人会下地狱的时候，是他的智慧已经差不多通通被一些烦恼全部给障碍掉了，才会到那个无间地狱。一个是连一点空间没有，你想一想，我们人如果一点空间，心里一点空间都没有的时候，有多痛苦。还有一个是这个痛苦从不间断，这样一个人，这个地狱。可是比地狱高一层的就叫做恶鬼道。恶鬼这一个道呢，就是一直都是匮乏的。啊，恶鬼道的众生的长相就是我刚刚描述过的这个样子。那么在敦煌的壁画里头，唐朝把它变像跟变文。唐朝的时候有两个工作对佛教的贡献很大。一个是变文，把佛经用一种创变成一个比较通俗能懂的一些文学诗歌，或者是拿着乐器去到一个地方去宣讲啊，这个弹一点乐器，然后就讲一点佛法啊。他这个情形呢，在台湾的乡下，以前我小的时候还有那种叫公姓入位哈，讲盛世的哈，那就是拿一个那个鬼琴哈，然后就讲一些古代的一些教人都是一根的道德啦，或者是伦理的一些历史故事给民众听。以前叫啊公姓入位哈，其实那种东西都是来自于唐啊，一个是变文，一个是变相，就是把它画成图像。以前啊没有这种电影，也没有这种卡通，他把它变成图像画在这个壁上，让大家有警觉那些东西。那么这个地狱里头的变相的提像，就是把这个全部画出来。那现在我们要来解释，为什么肚子要画得像鼓那么大而皮包骨呢？是因为他一种饥饿感，他要不断的把很多东西吞食进去，可是他还是饿的，因为他皮包骨。古人讲说啊，这个富润屋，德润身，有钱的时候把房子盖好一点啊，德更好的时候身体就会觉得好一点，喜乐一点。但是现在这个身体是变成皮包骨，可是有这么多富也不见得这个身体变成啊这个看起来福态好一点，他不是。但是虽然拥有这些东西，他没有拿来生活上用，所以皮包骨，这是匮乏恶鬼道的悲剧。不断的占有，可是生活上却是这么样子的穷，这么的窘困啊。第二个是生活上变成皮包骨，这个生命也变得这个岌岌可危的样子。可是为什么咽喉像针那么细呢？针不是很细吗？他说退化到已经不吞咽了，所以他不是吞咽进去，他饿了不是吞咽，不是拿来嘴巴这样咀嚼的，他是直接塞到肚子里头，把它塞这么大占有的。这个故事好像在讲现代人哦，好像在讲现代这个文明呢。所以这些人要吃各种不同的东西，然后这个有时候咬一口就丢掉。人家讲说这个
朱门酒肉臭，可能也真的是这个样子，一点都不珍惜他。啊，所以这个拿到手的时候，啊，这个就会变灰烬。他没有感情，他只想占有他而已。所以取之尽蜘蛛，用之如泥沙。拿到嘴巴吃的，有时候拿到手里头还是个食物，可是到嘴巴的时候吃起来索然无味，是不是像现代人很像呢？我觉得这部经在描述的心理啊，我们的心思运作的背景，是我认为描述非常的深刻。肚子这么大，可是却皮包骨，咽口像针那么细，也就是根本不是吞咽，已经退化了。拿到手里要吃变灰烬，拿出来吃起来如泥沙。然后嘴巴吐火，为什么吐火？我想了想，为什么吐火？火气太大了吗？晚上都睡不着觉，火气太大了吗？所以这幅图像跟现代文明下的普遍的人，很值得现代的人来检讨。我们说真的，大家很幸福，我们能一起大家学佛，那我们至少我们不会掉到这样子的窘境来。不过这个文明确实有这种现象，你不觉得吗？这么说来，盂兰盆经这部经，它有两个意义，一个是教孝，对亲长的教孝，但一个呢是要告诉我们，你要转世成智，要注意这个大的这个烦恼法里头啊，根本烦恼里头的第一项就是贪。你贪的不是只有贪钱财而已啊，名闻利养的东西，地位的东西，所有的东西都可以贪哦，也可以贪学位，也可以贪什么东西都会哦，是不是？我觉得我没有念博士学位，我去美国念完了书回来，我正想再准备再回啊，一切都是现成的，我想再回去，我还要去完成。可是我已经有孩子了，我母亲不是一向都很鼓励我读书吗？他这一次他去讲话，他讲听说你要去读书，要现在去美国读书，这是很好的。不过我要告诉你，你现在已经是有小孩子的爸爸了，爱要及时。你爱囡仔，你要秀你的囡仔，都要及时。啊，即使你现在不疼他，他大一点了以后你要疼他，他也不见得能接受你的疼，他就现在需要你，你就要给他，你都要即使哦，都要要给他听，要给他教，要给他修，都要即使他大汉，你要给他修就修慢，然后他给我讲了一句话，你们老子说的好，你们讲他不当你给他打尿尿，你说不当你给他打尿尿，老子说的好，你们讲他，你都打尿尿，你们讲好，为啥不疼他？我觉得这句话很有哲理的。所以我就听他的话，我说确实真的，我一个学心理学家，我知道这一段很重要，但是当时只想要说把这个完成该多好，但是已经不是了。哎呀，第一个接下去就有第二个，那就这个事情就留下来吧，就留给孩子去读吧。那就是这样，因为你要及时嘛，是不是？不是你家的，应该要去追求的，是不是这样？所以人啊，这个匮乏这个心理系统里头，我觉得我们只要一旦匮乏的时候啊，对面子的匮乏厉害不厉害？厉害啊，
是看不到，不见得一天自己面积有多大，但心里头面子需要很大。嗯，古代人讲，那面子也袂假哩啊，啊，你那遐尼重视啊，面子。唔过，大家都按那个讲，面子是要大家看，愈大也愈好，面子越大越好啊。啊，所以你就会匮乏，你希望自己有面子，就会有匮乏感了。啊，如果很不幸的，别人通通给你哈、啊、一些面子，给你一些涂一点这个粉啊，抹一点胭脂啊，那是好事情。啊，甘蔗人呢，别给你给他报恩，那你唔得怎么考？啊，如果没有人给你恭维，没有人给你怎么样，怎么办？啊，所以这个在我们的一个人生里头要注意这个问题。然后匮乏感的心理的因素里头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当我们不断的追求，追求的很厉害的时候，我们会失掉了我们知足的那个系统的这个，就是那部分会麻痹。你有感觉吃东西吃太好的时候，好的东西都吃不出味道出来，会不会麻痹？你富裕的多了以后，富裕的人不觉得富裕，是不是？啊，所以这个闻香味闻多了以后，那个香味会不再香啊。所以我们知道，也就是知足这个系统本身也会产生一种麻痹作用啊。我讲到了知足，我讲一个故事给大家听听，很有意思。有一次，我到南部的一所大学去，那个时候我还在教育部服务。这个我们办研习啊，那么就在那个学校研习。这个中间休息的时候啊，这个李教授呢就跟我讲说：“哎，郑老师，我带你去啊，我们校园真的很美，就是南台科技大学很美。”那么我们就去走一走。有一组他就跟我讲，我说这自己还美。他就跟我说，他说：“郑老师，我跟你讲，这条路我们称它叫做绿廊，因为花木扶疏种的很绿哈，所以叫绿廊，走廊的廊，很美。”就是在绿廊散步。我一走到绿廊了，我就看了，它是一块一块的水泥板铺的，可是水泥板上面还有足迹，就是那个水泥板哈、做好了以后，就那个光着脚丫的足迹，印来一个。我说：“怎么会印着足迹呢？这足迹是什么意思呢？”我很好问，我很好奇，到哪一个地方？像这种东西，我一定逃不过，我不会把它踩过去就算了。问为什么有足迹呢？他说：“哦，我们学校是这样。”那老师在这里服务满20年以上，他在这里退休，他对学生的教导确实是个值得典范的。因为我们是一个医，当时以前他们是一个医，这个医疗护理这一方面的啊，他们就请他在这个水泥板上留下他的足迹，前人走过的足迹，希望学生们以后也是他的前人的足迹继续往前走，就是这个意思。说哦，是这样啊。那如果这样，为什么不把这条路称它叫做知足经呢？知道前人的这个脚步哈、的一条小径，知足径啊。我说为什么不称它叫知足经呢？他说诶，这也很有意思诶。这我觉得应该跟同学们讲。很好。那知足经，我就突然间问了一件事情，既然是知足经，问他，我问李教授说，你能不能告诉我知足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他说我不敢回你的话，我知道你这个话里头一定还有大问题。你干脆就直说吧啊。我说我是问你啊。他说知足大家都知道嘛，就是知道我们满足了嘛。我说是，可是知足
既然是满足了，为什么称它叫知足，而不称它叫做知守？啊，套看知守啊，阿伯公知道守，阿伯公知道守，阿伯公知肚子，为什么要知足？知足表示我们足了，为什么用这两个字？我说，诶，当时这么用，可是哦，我是学这个中国文学的哈，我很清楚，在《说文解字》里头看不出这个东西。我说好，那么我们就用，他就跟我讲，那我知道老师你是要用禅法来解释这件事情了。我说就这么说吧，我们来想想看，为什么叫知足？我说，他就跟我讲说，我们还是听你的，你说说看。我说我们，你的脚踏到那个地方，你的知性就会到那个地方。你再快一步，你的知性回到那个地方的人，一定可以觉察到很丰富的东西，而且生活会觉得非常的丰富。啊，也只有你脚踏在那个地方，你能了了分明，就在那说，你才真正的丰富，你才不会匮乏。所以，我认为我临时想起来“知足”这两个字，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解释，就是我的心随着我的脚踏到那个地方，而不是我脚踏在那个地方，我心没有到。必须我的心到了，我的脚踏到了，我才真的体会到这个地方，这一块木，这一块这个有足迹的板子以及这个绿廊。讲完了，他说：“哇，你今天的解释真好。”结果我回来了，那个时候我有在报纸写专栏的时候，我就把它写了一篇文章，叫《知足经》，然后就把它写了。结果他看到了，然后把它引印了，每一个学生都发一份。他说：“你们都应该了解这个遗憾。”我觉得你去看看吧，你人在这里，到了脚踏在这个地方，你的心真的在这个地方，你来到了我们的这个佛堂来，你这个两足这个站在那里的时候，你人在那里，你有如跟佛直接接触的感觉，你就很满足。你说是不是？所以拜佛如佛在，心在，人也在，才是真正的知足。我们的生活也是一样，我如果在这里，我在吃东西，我的心不在这里，我想的是别的，我怎么吃也吃不足，不会感觉到那一份满足，不会感觉到那一份喜乐。所以当我们慢慢的心跟自己的生活脱离了以后，我们就会失掉了我们这个真正知足的那一套系统，我们感受不到它了。所以现代人的有一个很麻烦的毛病，就是这个吃而不知其味，跟人家说话而不得其情啊，去做一件事情却不觉得做这件事情做完了以后的一种丰富感却感受不到，这是现代人很困扰的地方啊。因为我们把很多的自己的一个想法注意力都一直放在追逐我想追逐的某一部分上，其实心灵是生活在匮乏里头。那么这么看来，恶鬼道的众生所表现的，也正是现代这个文明里头很多人所陷入的困境。不快乐从这里来，这个有很多有比较多的这些这个情绪上的障碍也是从这里来的。我觉得人的生活的环境又真的是比以前好的很多啊，有关于物质的拥有的东西也是好了很多，但是我们的心在这一个部分，我们这个并没有真正啊如法的好好的去做，我们却掉在一个这个恶鬼道的那样子的一个情境之下。我的意思并不是讲说所有的人都如此，但是至少我们看到这整个的一个风气上，这个部分一直很严重的影响着人的快乐，
影响人的幸福是这个样子，是大家值得去这个啊反省，去转世成智，去这个预防自己不要跑到这个困境里头来的。那么这样说来，白玉经里头佛对于贪的这个部分，匮乏的这个部分讲过很多的小故事，那些小故事值得你这个把它读一读。如果你觉得那个经读起来不方便，那我写过一本叫做妙喻这个扭转人生啊，那里面就是用白玉经里头所谈的，你也可以参考参考。但是我这个你没有空，你也我就顺手念几则你分享，也知道他是在谈什么。他谈的比如说有一个故事叫五人啊，共患一奴，有五个人啊共同使唤一个奴，一个奴仆，甲叫他洗衣服，乙也马上要他洗衣服，他说你要先洗我的，甲说我先拿给他的，乙要他洗，丙来了他说我要洗，那他先洗甲的，乙就逗他，先以乙的甲跟丙就揍他啊，所以这五个人哈、啊、轮流揍哈、啊，揍到哈、啊、都希望先洗自己的，所以就把这个奴仆啊揍到哈、啊、遍体鳞伤，他根本没有办法为他服务。你知道佛怎么说吗？佛说：你知道那个奴仆是谁吗？就是你的佛性，就是你的般若智慧啊，而你却是用你的那个五蕴。我们的无蕴身色受想行识的这个身体啊，你爱看好看色啊，啊，领受好好的受啊，啊，想各种你自己的这个自己的自我中心的想法啊，在想或者这个行，是你希望你的平常生活当中所看到的都是如意的啊，这个你内心所想的都是你自己，所以色受想行识五蕴来这个。来驱使他啊，你每一个人都在打他，所以这个佛性本来他是你很好的奴仆，你就让他自由啊，你东西交给他，他一定会洗得干干净净，弄得好好的，你不弄就是每一个人整天都在打他。他说就是因为你那五蕴身永远不满足所产生，把这个奴仆也就是把自己的佛性给困住的原因啊。你有没有觉得我们真的也是在这样子常常在犯这个错啊？所以白玉经里头他佛是一个非常很灵巧的一位这个说法者啊。那么白玉经这部经啊，在台湾好像很少看到有单独印这部经的啊。那么这个你在大藏里头你就可以读到白玉经，那么很有意思，人一旦贪的时候啊，能够心贪地给他们，不止如此你知道吗？他又讲一个故事啊，他说卖棉花的跟卖金子的啊，他说有两个人在市场卖东西，一个卖棉花一个卖金子，那个卖金子呢就要用火啊去烧那个金子啊，烧的看烧完了以后才能够做成要的金饰嘛。那卖棉花的在旁边，他有一天看到那个这个卖金子的哈，那个红红的，在煮的红红的那个哈，这个还在那里烧。他看到他，就那个卖金子的没有注意的时候，他就走过来，偷偷的就夹了一块金子。他是夹的红红的那个金子，把它藏在他的棉花里头。故事说完了。不止通通都烧光，而且那块金子又落在那个地方，又还给人家，这就是贪心贪地给他们所造成的结果。你觉得真是很美妙啊！嗯，好，因为哈，这个我之所以会去把这个东西搬出来，是因为我们在做心理治疗、心理咨商的时候，最近哈有一套方法叫做这个啊。这个隐喻諮商法，其实隐喻諮商法的时候，我想一想，我觉得佛陀是全
全部这个历史上最早用隐喻智商法，他是真正的祖师爷，所以我就把那个东西弄出来，然后这个写给心理学界的这些学生可以读一读，说你看我们佛陀他在2500多年前他就已经做了这个隐喻智商了啊啊，他这个智商的技巧就是他跟你谈话谈到某一个节骨眼上的时候，砰，有一个很好的比喻让你啊真的是安呢，所以说不能贪你啦，你敢看一波看去齁，但是你把它夹起来放在你的棉花下去就没有了。当然还有很多很有趣的一些小故事，我们这个且听且待下回再来分解啊。今天就到这里啊，我们圆满。